开台抓，哎抓，李文奇抓哟抓，江宁人抓抓，陈德明罚款，李老栓那个老二，李老栓那个老二，我自家去。哎，陆队长，我去就行了，你何必去跑腿呢？哦，你去。边防日报啊！啊！岂有人有啊？这求那，求那个，求那个，求那这。抽来抽去呀，不忘哎呀抽，得音就是切音那叫啊，得风流出现夫人，大嘴长，长长，切风啊流啊，一天到晚就晓得唱，这个家务你到底还管不管了？好像就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一样。就离不得那个吹火筒。看到明天就要过中秋节了，家里还连样啥都没有，你想没有想一下了？我看你是穷惯了，把你那个金骨子卖两担嘛。咦，你个外黑包打祸害，口气大了，你有好多骨子卖不完喽。迷迷糊糊的两手一抄，家里的事浑身你也不管，今年子年真不好，又是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捐，财公子一天不离，接二连三像催眠鬼一样的坐在堂屋都不走，为了你没看到啊。我又没有当家，你拿梁上嘴跟我老太爷啥相干？老太爷你说的那么体面咯，哪个封你这个老太爷的啊？大娃子在这，我还有个帮手，就是你嘛，两爷子一见面就像个冤家对头，说不上三言两语就是吵吵吵，得他一起出了门，两三年了还渺无音信，你连打听都不打听。失其所依，观其所有啊，大势已去，水东啊流。又唱又唱，你还要唱啊？好，你这个家务也管不了了，把钥匙交给你，看你把这大人咋个办。富翁人家只知道风急走啊，为何同我耍蛇呀头，寒食该往
天都不要，只怕这个江山不瓦西那流。我想为呀，无非是为家客哇、啊。我的夫人呐、啊！好，姚禅，姚禅，你出去查。哦，真个福报，这是。三老爷，你我兄弟前来了吗？三老爷，你老人家那个钱，我还要求你还一下。还要还一下？你都有两个月没给我送礼钱了，你晓得吗？